贵宾请脱帽。台湾岁主啊，请新年啊，在台湾人代表天书兄，恭祝书汉张天书啊，盛产千秋，以建功百年活动，举行庙庆活动，由本乡董事长拜谢文先生，率领党干事会，以及为贵宾各组会代表，向谢干嘛啊，这个恭喜我。最后，陈叔啊，你会尽情驾驾，平山之甘泪，敬敬敬！